我敬我，去相信，道是良辰，万物并进，如愿。30年前，我们从小学毕业，迎接我们的新旅程。30年来，我们有了许多改变，在各自的领域上有着不同的发展。小时候，我是一位很怕羞的同学，没有想到今天我会在小说的行业。当年我的数学都是红字，想不到现在竟然做了 TOPS。我从事律师工程，但是我的目标是 IMA。当年的我想当老师、医生，甚至是飞机师。今天的我在旅行社上班。我的兴趣现在成为我的工作。我现在在搞文创。我现在是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的幸福妈妈。想尽我的能力去帮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们有的在国内打拼，有的在国外生活。我们都为自己的生活、事业打拼忙碌。30年前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在玩的东西，在今天看来反而更加的珍贵。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情感，你想念吗？在这一张张的老照片里，有让你想起一些当年的回忆吗？期待和你见面，期待我们的相聚。别忘了，我们有约。期待和你见面，期待我们的相聚。别忘了，我们有约。别忘了，我们有约。